北京时间1月23日，快船客场112-98击败独行侠，莱昂纳德延续出色状态，贡献30分9篮板，连续4场得分25加，乔治21分。东契奇空砍29分10篮板，首节就撞到左膝，险些受伤。快船上半场结束落后5分，下半场反超并扩大分差，最终拿下比赛。独行侠的伍德继续缺阵。数据统计，快船莱昂纳德30分9篮板3助攻，乔治21分6篮板4助攻，诺曼比鲍威尔19分4篮板，祖巴茨6分9篮板，巴图姆8分6篮板，雷吉比杰克逊10分，莫里斯8分，曼恩7分。独行侠东契奇29分10篮板4助攻，哈达威22分8篮板，丁威迪21分4篮板5助攻，德怀特比鲍威尔9分4篮板，芬尼比史密斯8分4篮板。本场之星莱昂纳德表现出色，投篮18中10，3分4中3，罚球7中7，拿下30分9篮板，率队击败独行侠。比赛花絮，首节快结束时，东契奇的左膝撞到科温顿的右膝，他痛苦地捂着膝盖，幸无大碍。比赛回顾，首节祖巴茨空切扣篮，曼恩3分命中，东契奇上篮得手，哈达威、芬尼比、史密斯也投进3分，德怀特比鲍威尔扣篮，独行侠轰出一波11-0。莱昂纳德中投命中，莫里斯、诺曼比鲍威尔接连出手命中，快船回敬一波15-0。东契奇不满裁判判罚，领到计犯，哈达威抛投命中，打破独行侠得分荒，东契奇2罚2中。首节战罢，快船22-20领先独行侠。次节乔治、科温顿连中3分，丁威迪也连得4分，贝尔坦斯、格林连中3分，独行侠领先9分。莱昂纳德、东契奇互飙3分，哈达威和巴图姆也在外线得手，雷吉比杰克逊连中2记3分，快船将分差缩小到2分。丁威迪3分球还以颜色，半场结束，独行侠54-49领先快船。一边再战，德怀特比鲍威尔扣篮，乔治抛投得分，曼恩上篮命中，丁威迪领到计犯，乔治连续罚中3球，哈达威中投命中，莱昂纳德连得5分，乔治打成2+1，快船领先6分。东契奇回敬3分，还2次助攻德怀特比鲍威尔得分，独行侠一波7-0反超快船。莱昂纳德挑篮命中，巴图姆连得5分，东契奇3分命中。三节战罢，快船79-79战平独行侠。末节诺曼比鲍威尔快攻得手，哈达威超远3分命中，诺曼比鲍威尔打成2+1又上篮得手，乔治中投得分，丁威迪打成2+1，莱昂纳德、诺曼比鲍威尔还以颜色，东契奇中投命中，莱昂纳德回敬3分，乔治中投命中，快船已经领先15分，独行侠回天乏术，最终快船客场击败独行侠。双方首发快船曼恩、乔治、莱昂纳德、莫里斯、祖巴茨，独行侠东契奇、丁威迪、哈达威、芬尼比、史密斯、鲍威尔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